各位大家好，我今天初来乍到，然后我叫王希，然后我们是国会调查兵团。那个国会调查兵团这是这样，在一年前，就是去年的2月的时候成立的。那当时的话，我们当然都知道，刚刚高团长有说，今天正好是一个在内湖南港有个大型实境秀。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型实境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优秀的蔡正元委员，他有很多惊人出意表的表现。那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立法委员其实他们有非常多很精彩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立法委员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每到四年，我们现在试着幻想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明年1月的时候就要选立委，如果我们现在试着幻想一件事情，明年1月的时候你会拿着两张票，一张叫做政党票，一张叫做这个选区票，那我要投给谁？我们要投给谁？我不知道我要投给谁。我们可能厉害一点的民众可能会知道说，我们那个居民币有一个叫立委投票指南的一个专案，可是在上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立委他投过什么样的出席的一些记录，可是我看不到他说过什么话。我们可能知道龚都某，我们可能甚至知道有卧草不会无双，可是我没有办法知道有哪一个立委他单独他就是做了些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所以我们这个专案试图解决这件事情，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立委言行资料库。我们都知道民主不是给予，而是参与，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那可是现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东西，往往都是别人告诉你他那个委员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来试着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降低门槛，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有一个网站，这个是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网站已经上线了。这个网站叫国会调查兵团的立委言行资料库。网址很简单，就叫 cic.tw， 所以直接搜寻 cic.tw 就可以了。那这网站目前大致上长这个样子，因为今天网络有点顺，还好我把它稍微截图下来。那这个网站大概长这个样子，在这边首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这些东西。然后旁边你如果按下找立委，大概看出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立委有些像比如说吴育生，目前有6支影片，4支新闻。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蔡正元委员，你可以看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影片已经呈现在上面。这当然都是在去年二月我们成立之后，直到目前为止，大约在网络上面募集了将近100多位的志工，轮流把 IBOD 的资料搬出来提上去，找到有梗的，可能有些是逐字稿，可能有些是新闻记录。那登录其实非常简单，我网站已经写好了，所以就是 FB 登录跟 Google 登录都可以。登录之后，你就可以回报影片，或者是新闻，或者是咨询文字。那我们这边想要募集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前后端我们还需要很多人来去参与，然后再来一个是也需要很多人来去搬 IBOD 的资料，再来第三个可能也需要如何有更多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一起来去行销，谢谢。